好，可以，好，一起倒数，三、二、一，请揭牌。新庄消防分队新建办公厅舍正式启用，并请副市长及与会贵宾至大门前方之拍摄位置一同做合影留念。人员奉上手套及金钱。见证，请贵宾戴上手套及拿金剪。因为在地大家共同的一个支持，我们也看到了五太轻轨终于行政院也核定下来了，我们陆续要去做后续的综合规划跟基本设计，这个都是城市发展未来非常重要的基石，因此交通分队在这个地点带给我们一定会是更好更优质的一个服务。今天落成典礼非常谢谢大家的一个出席，再次代表新北市侯友宜市长感谢大家，我们一起让新北更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